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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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次，太小声了，来，一二三。娘娘，我爱你，我们不能没有你。带回去啊。下面的控诉没有你，下集要开零八。什么？下面还谁在抓啦？你跟我已经不动他了。他们说没有他了。哦，没有他你了。没有你了。没有啦，没得签啦啊。这奇怪，你平常跟外人不是签白，不是半件。你讲我做半件，我连半件都没有。啊，阿哥有啥？阿哥有啥？开玩笑，你看开玩笑，这条啥位？我不是我不是半价，我是打电话讲我控诉了三几年，我是打电话，我不是半价啊，对啦对啦，觉得他们有啦有啦，说袂记你钱拢寄香港，对啊，其实我做有钱呢，我只是花在香港，真的，我要一去的话，香港看到我都会怕死我了，我一领我拿来念出来，要卖破产的，兵哥两条钱死的啊。我想说你怎么都不怕，大家都会上船。今天啊，今天啊，这董丽君哦，跟我是做好朋友啦。哎，我啊当作跟咱家己的这个庄稼来看待，因为我今年三十五嘛，阿姨。三十五，阿姨十八啦，你十七生日啦。啊，我十七就生日过啦。会啦会啦。会啦，十七就生啊。我叫哥哥名啦，我叫哥哥名啦。那你叫哥哥名，那好些啊。哥哥。啊，那我要叫姨婆。叫哥哥，我就叫阿姑啊，你叫哥哥。你叫阿姑，你来叫阿姑啊。对啦。你喜欢什么？对啦。你坐回来啊！你看，你看二哥呢，黄波又在讲笑嘞，退两当的，你爱的老人脾气不好。你这我懂我懂，我懂，上课你别坐那古。请问我？我两年的哥弟也借半票，半票嘛半票，电报嘛半嘛是半半号我的。你别讲，人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啊！出来真正，今天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今天穿这双鞋啊，招牌呢？招牌，你敢招？我很大啦。哎呀，哎呀 ，Converse， 我穿这个，穿这双嘞。哎，你猜哦？那种少年啊，大学生的穿哎。你讲爱穿啥牌？爱穿官大鞋。我真正记在你袂掉。我怎么还是会改变我的形象？是，你哪有形象可言呐？我有铜像啊，你好不？那真奇怪啊，你叫什么？卫生啊，那个卫生啊，吃阿姑，看你吃豆腐啊。好啦，重点在我们玉军啊。对啊，玉军啊。哎，你们口号只有一个。一个就很害羞了啦。没有换别的。提高德隆达吉姑娘吗？没有，就是没到货啦。没到货啦。没到。没有。啊，剩啊，无经验就对了。今天你剩第一次啊。啊，那回去再多练几句好不好？不错不错，真的哈，这个粉丝就要做到这样才叫粉丝啊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来，哎呀，真的哈。你是到哪里唱，他们就这个就真的是追星了啦，真的很喜欢你。嗯，就是刚好他们有空啊，今天刚好下班的时间，哦这样，谢谢你们来。那以后你到哪里唱歌，我也带五个人跟我，哈咪我爱你。我也是你的粉丝团。OK 啊，来照顾。OK 啊，哎呀，我有粉丝哎呢。你有粉丝哦。今天你嘛带足侪来呢。对对对。系啊。你传，你传两个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伊伫讲啥呢？哦哦。为着，啊，你当时我粉丝，我两张。我给你做一张，哎，一张。真正袂歹，会甲伊拍我啊！我真正小偷偷在哪里？哎，袂歹，安尼真正有心呐！强调我太多咧，讲我粉丝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这是要甲我拼落去啦？行啊！嗨，你快，你快，你快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张公仪最爱林育子，今天你公最爱我。差不多嘞，我不小心破了他的歌。好嘞，刚刚呢，好好听后台语老歌，啊，后你的这个歌曲哈，啊，要继续去安排什么歌？安排。